好，今天弟弟要来开箱哈，今天做好了饼干，哇，烤好了，看一下到底烤出来长什么样子吧。这个是超级无敌大糕点。这个是什么？超级无敌大糕点。哇，超级无敌大糕铁啊！好，来再看下一个。蘑菇。这个是蘑菇啊。好，蘑菇饼干。毛毛虫。这是毛毛虫。好。这个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大的高铁。大的高铁啊。超级无敌大的。哎，我要不要拿个盘给你装了？你这样放椅子上不太好，好不好？等我去拿盘子。来，盘子拿过来了。盘子，等你放盘子上面吧，这样比较干净啊，比较不会那么脏。都放上了，都放上来，这个盘子干净的。来，毛毛虫哈，好，再来继续看。特斯拉，这是特斯拉。毛毛虫饼干摔坏了，好，因为刚才用到我的脸。是啊。毛毛虫饼干。哇，你的毛毛虫坏掉了。好吧。这个是超级无敌小高铁。超级无敌小高铁啊，好。那个也是超级无敌小高铁。哪个？那个也是啊。好。这个是托米卡小车车。托米卡小车车，好。也是托米卡小车车。好，很棒哦，来。我要先吃哪一个嘞？看你啊，你要不要跟你的饼干拍张照？来，看了吧，拍张照吧。耶、yeah, ，很棒哦，这是你自己做的饼干。OK， 一二三，好，来，没拍到，算了。再一次，我没拍到了，没拍到。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你可以吃了，看看好不好吃吧。啊，我要先吃特斯拉。好，吃特斯拉吧。怎样？好吃。好吃啊，好，好吃就好。哇。那我就吃这个坏掉的毛毛虫吧，可以吗？我吃这个坏掉的哦。谢谢。超好吃，谢谢，爱你。你很脆吗？超脆的。嗯。